下播了。12:19的时候，读一篇朗读者 Timo， 这个叫 Timo 小课堂， Timo 读书小课堂。又来到这个港口，没有原因的拘留，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，寻找失落的沙洲。随时间的海浪漂流，我用力张开双手，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，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，回头才发现你不再，留下我迂回的徘徊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又把回忆翻开，除了你之外的空白，还有谁能来找我个尽头。我也想再往前走，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，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，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，回头才发现你不在，留下我迂回的徘徊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要把回忆翻开，除了是我，不是你想。